振兴建金门拼经济。金门县政府独步全国，在政府的三倍券之外，再发放金门版振兴券。所谓的一加一，就是你出一块，政府再送你一块，能够以2000元的现金换取4000元的振兴券。用2000块来购买价值4000块的券，你只要带身份证、印章，还有2000块钱就可以领取。金门版振兴券可以用在涉及金门具有商业登记或公司登记的商家，不限产业别。不过领取上倒是有限制，除了户籍设在金门县，代领必须3等亲内，防止幽灵人口浪费资源的问题。我们金门的户籍人口有将近14万，可是呢，我们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6万。假设我们的幽灵人口有4到5万，那么县政府的这个支出，整个预算就要多花1亿。透过一加一的经济加成效能，渴望创造5.6亿以上的消费产值。金门版振兴券确定在7月17到7月19号发放，预计共发行120万张。记者李俊龙，金门报道。